人生重开，去为地理沙雕视频，下一次你想去哪个国家与地区呢？阿婆主还是想投胎在种花家，投胎在海南或者湖南，或者新疆吐鲁番，或者喀什，或者云南西双版纳，大理丽江，或者内蒙古大草原，吉布提，大连，东非。其实在阿根廷或者乌克兰久居一段时间也是不错的，俄罗斯也不错，爱沙尼亚也不错。西非贝宁，南太平洋小岛国，南亚小国家，东欧小国家，富饶的田野，美女如云，加勒比海小国家，东北欧小国家，有趣的小国家，西非小国家，被称为非洲小美国，东南亚小国家，东帝汶，加勒比海小国家，小国家菲律宾，有很多美味和很多热带动物植物，热带群岛度假天堂，其实阿富汗算个西亚国家，并不是中亚国家，中部非洲小国家布基纳法索，我猜很多人，很多美国人，欧洲人不知道这个国家，非洲小国家马来回湖旁边，中国小国家，这个加勒比海小国家，中东小国家危地马拉，要不要中美洲小国家，巴拿马运河，热带雨林，南美洲小国家圭亚那，旁边还有个法属圭亚那，圭亚那有种绿色树心是绿色的热带植物，很硬很硬，小时候看百科全书的时候知道的，海盗之国，上面的摩洛哥比毛里塔尼亚富裕多了，他们两个在争夺西撒哈拉地区，又是非洲小国家，食人之国，这里有很多，这里有数百种语言，还有数百个民族，这里在这里有些土著居民，他们觉得猪的价值比女性更高，南亚小国家，游戏 Game Over， Goodbye。